离群的人啊，在无人的街道上流浪，失败的人啊，背负着罪名不敢牵挂。请问你的那天要不要扣个会员点数帮你增加，给文字的我们尊重好吗？文字怎么你文字活该被社会淘汰吗？小心我偷偷把你半糖换成无糖。文字怎么腻了吗？文字活该被世人糟蹋吗？小心别惹我，否则我不耍你一条吗？无能的人啊，手握着文凭到处闯荡，数字我们考虑一下。请问你的薯条要不要15块钱帮你升级加大，给文组的我们机会好吗？文组怎么腻了吗？文组活该被大众嘲笑吧？小心我不把你和对手击落散吗？文字活该给人踩脚下吗？迷了文字你